真人呢？好渴，我喝个水好吗？
是杨七哥哥的魔法书，记得联系一下彤彤的米哈哈，这里。来碗南瓜粥，哥哥，记得联系一下彤彤的米哈哈。这边记得联系小猪咪咪。坚持不住吗？没用的东西，不要你了。陪着我就好了。
写掉了，给蝴蝶结绑起来吧。一，哥哥们也太宠彤彤了吧！哇，感谢阿飞哥哥的叔叔，感谢奇墨哥哥的叔叔。嗯，那人家要奖励哥哥，给哥哥们表演神秘能力。什么？还神农百味必备呢？
啥玩意儿？哦，不是神龙摆尾品啊，是神龙摆尾品。嗯，这个虎牙就臭，臭，臭，臭小牙。谢哥哥，谢谢 F 哥哥，字太小了，我看不清。谢 F 哥哥的虎牙一号，谢谢 F 哥哥，记得联系彤彤的小助理哦。公屏上带着红色管子的彤彤的米哈哈，他会把我的联系方式发送给 F 哥哥您。爱你哦，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一号了嘛。
看不见，看不见就就开花。这个我真是满心。你快出来看一下，这个不如玩鸡的一根毛。哎，对对对，哎，看到没？花火来，对，花火来了，对对，就给他删了。我跟你讲，花火，就是有人在那你们那边带我的节奏，照山照风不误。对，就是这种啊，对，就是这种，是是是，就是这种。哎，风的好，哎，花火来这边，
妈的，哎，对对对对对，夸我，对，夸我给他禁言，夸我要是有人过去那边带什么不足疼痛的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不是我叫的，直接给他删掉就行了，直接给他365天，对，直接给他365天。妈，临下播了又搞这种节奏给我，对对对，今天到晚了，搞得我都没心情，真的，我搞得我都没心情。真服了，怎么可能不破防呀？怎么可能不破防？要是你在这里播得好好的，突然来一个刷别的主播，然后就是说，哎，你不如他，人家都怎么怎么了，你怎么怎么了，你怎么不这样啊？你怎么怎么了？那谁能不破防啊？比如说你在专心的工作的时候，别人就拿别人来刺激你，别人都换什么什么角度了，别人多好呀，你为什么，你怎么怎么，那谁能不破防呀？又不是圣人，对不对？破防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我也是个人，我难道不能破防吗？啊，对不对？如果照就这样说，在玩机直播间有人刷彤彤怎么怎么怎么的，玩机肯定也破防，你们不要老是在这里带这种节奏，搞得主播那种搞玩那种主播的心理，就是怎么说，就让主播觉得，哎，我一定要比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。我跟玩机都是好朋友，你们真的就是知道吗？我跟玩机是好朋友，你们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来这边就刺激谁，能懂吧？就你们没有必要就是来这里刺激谁，就没必要，那懂？对，就是喜欢在左右两边带节奏。真的恶心，知道吗？带这种就不想，我也不想搭理，你知道吧？本来我不想搭理他，连刷了4-5条，我就心烦，你知道吗？对，就是喜欢搞主播心态，知道吗？现在碰到这种，直接给我。我没你，好难忍哦。嗯，彤彤好喜欢哦。受不了，好了，我错了。行，谢花火。花火，要是那边有人带我节奏，你也给他带着。好美好美，辛苦辛苦。好不容易。哦，谢谢，可是这样的吗？是这样的吗？嗯，哎，你删了删了，3点啦！谢谢哥哥们的陪伴，真棒！晚上见。